生命会更善良，发现能成就的事超乎想象。换上了新的眼光，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。我们并不一样，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。都曾误解失望，也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别害怕去梦想 ，Never give up，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路返航，执着是我们的信仰。要有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陈老师，你不用再看了啦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要做家庭访问啊？高职生是没有在做家庭访问的啦，就算你做了也没有用啊。他们这些啊，会考进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啊，他们大部分啊都是先天不良后天不足，而且啊他们家庭环境都不是很好啊，是不会有人关心他们念不念书的啦。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每个家长一定都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。如果真的就像你所说的这样子，那他们为什么又会考进我们这所学校？其实不念书也没什么不好啊，他们可以帮家里头赚钱，即便他们考不上好的高中，也不能读上理想的高职学校。他们来这里也只不过是想混一张文凭而已，你呀就不必太替他们操心了。吴老师，不能因为家长没有能力、没有心就放弃。如果我们做老师的没有让学生达到最低标准，是我们对不起孩子。我希望学生们至少要具备各个学程的基础能力，这样才是教育的目的啊。你又不是第一个教到他们的老师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你的使命感啊，不用那么重啊。吴老师，刚刚我听见商业经营课上英文课的声音啊，那个新来的老师声音真大声哎。曾老师，你在哦？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你的声音好像大的在跟学生吵架一样？我在发考卷，给他们一点精神训话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。不好意思。如果有吵到你的话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我电子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早就已经放弃英文，可是从现在开始，不是你们决定要不要会，而是我一定会把你们教会。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不是吗？老师，我们去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啊。哎呀，大家轻松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吗？交朋友，我从来不跟我学生交朋友。站在台上，我就是老师。老师有老师的专业和威严，想跟我交朋友。等你们格调够了再说。他吧，在学校就红啦，是两个嘉欣，哎，顶住了他。
生，好学生，搞不好从小还被当公主养大，看啊，根本看不起我们。肚子饿了吧？我们先买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好。难怪妈都说啊，你是最认命的小媳妇儿。什么认命？我这是造命改命。买快点哦！如果时间可以的话，二哥说的那三个工地我都想去看。好。你看，你两个，我一个。气真好，好多面包都在特价。那要不要多买几个？不要啦，干嘛那么浪费？回家还要吃饭呢。老板娘，谢谢。谢谢。是，我们去附近的公园吃，顺便休息一下。好。成绩，老师非常不满意。老师相信，你们也很不希望看着自己的同学一直被处罚，所以老师想了另外一个方法。我把全班分成 A、B 两组，被分在 B 组的人都有一位 A 组的小老师。老师跟 A 组确认教学内容之后，就让 A、B 进行一对一的教学。A 组的人每天要打电话给 B 组，确认作业。以及考试是否有准备，老师会请班长把名单贴在公布栏上。好，该处罚的还是要处罚。李建贤，33分。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跟学校反映一下啊？像他这种暴政，根本就是要逼我们罢课嘛。对啊。哎，方一婷，方一婷，你怎么啦？今天好像怪怪的。对啊，怎么今天这么难得，都没有听你骂女暴君任何一句。对啊。昨天在外面遇见老师和师长。师长帅不帅啊？他们在干嘛？而且我还看到老师他在垃圾桶里捡东西耶。啊
样了吧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也许老师和我们想不太一样。是吗？吴老师，很奇怪，那个曾老师他们班都站着上课吗？站着上课，我想应该只是处罚吧。我知道说他规定他所教的英文班级啊，英文单字都要满分呢。怎么可能？职业学校从来没有英文老师这么拼哎。他说英文单字啊，就是要靠背的，有背就有分数啊，所以学生啊，只要错一个英文单字，他就打一下。这也太严格了吧！这基本上啊，他根本就把他们班的学生当国中生在教，从字母啦、单字啦，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教起。哎，大写不会写的就去教大写，这小写不会写的就教小写，这个单字不会的他就教单字，这音标不会的他就教音标。他还绝对不准学生打瞌睡，只要有一个趴着睡觉啊，他就把他叫起来，甚至于有人睡着了，他就干脆不上课了。是哦，做笔记要有诀窍。老师，请你们看看我做的笔记，你们就会知道诀窍在哪里。老师这么认真的做笔记，代表我对教学跟对你们的尊重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同样尊重自己，还有尊重学习。请你们仔细看一下，我有多尊重你们。在每一次上课之前，我花了多少时间跟精神在准备教材？你们应该比我还认真才对。现在你们继续传阅，收到同学起来背前一课的单字。写这个做什么？好。顾玉琪 ，announcement。不会。天哪！他到底要捡多少根冰棒棍啊？竟然这么坚决的，一定要把我们教到会。难怪啦，每天哦，杨梅新竹这样通车，真的蛮累的呢。尼克，你也很累哦。嗯，没啦，没办法啦，爸妈的观念哦比较传统没，总是觉得哦，孩子一定要住在家里啦，尤其是还没结婚的哦，更要住家里面哦。如果我们不住家里，爸妈会怕邻居说闲话了。住家里哦是比较方便啦，不过回到家，东摸摸西摸摸的，剩没有几个小时可以睡。如果你的玉珍哦，真的很拼了，你看，学校教书的事情啊，也要忙啊，啊，周末也不休息，还要忙什么贷款，还有房地产的事情。这两件事对玉珍来说都是一样的，他一定要带着学生自我突破，
就是希望学生能跟他一样摆脱贫穷，战胜命运，让别人看得起。哎，那启东，你玉珍哦，到每个学校都很拼了哦。对啊，看到学生进步，他就会有一股冲动向前冲。哎，那启东，你玉珍哦，很像那个棒球场上的投手，他喜欢那个发球权还有掌控权哦。是啊，因为他够聪明。哎，安永英讲哦，你是太憨姑啦，还笑我嘞。有没有怎么样？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事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来的？喝酒醉的啦。安怎？无啦，可能是前几天吼，阮离遐载阮转去时阵，拄到一个开车酒醉的，甲玉珍吓惊着。开车莫开伤紧啊！妈，俊凯起来的时候，我忘跟他讲说拜拜。好了，知道啦。不要担心嘛，哈。慢慢开车啦，安全。较细腻的吼，莫开伤紧啦。哎，啊，到位要敲电话转来哈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啊？振光，我今天一直在想，万一哪天我们怎么样了，怎么办？阿凯一个人。是要回杨梅住，还是留在基隆？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那天我是真的被吓到了。哎！我懂你在担心什么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到新竹去住？否则大家都这么累，难保哪一天不会遇到类似的状况。放心啦，二哥开车很小心的，累的话，我跟二哥可以轮流开啊。可是不小心的不一定是我们呐，每次遇到都还是会这么幸运吗？这样舟车劳顿，实在是……你笑什么？你也会说辛苦啊，我以为女超人是不会累的。不挨又不代表不会痛，我只是比较会忍耐。你也知道爸妈的观念，他们总觉得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很有面子的事，而且搬出去的话又是多一笔开销。哎，现在二哥每天下班都还要等着载我们回来，要不然就你跟二哥先回来，然后你再开车去新竹接我，这样往返真的很浪费时间。我也想过，你是不是应该要自己买一台车，
可是不管是搬出去还是买车，都一样要多笔开销。我不是没有想过，我们如果搬到新竹住，你要看房子什么的都比较方便。我只是怕妈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疙瘩。可是那天经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那是那个人喝醉酒，不会有下一次啦。有下次还得了？明天要值夜班喽。好，你跟二哥先回去了，不用等我，我会自己骑车。正光，今天好像会下雨，你要记得注意交通安全哦。我知道啦，我又不是第一次自己骑车回去，你讲了那么多次，我会注意啦。哎呦，就是小心一点嘛。是，遵命。万英啊，你讲啊，万英啊，哎，有咩黑事呢？哦，我系点嘅点，咁成，你不要担心啦，只是胸口郁闷，没什么大碍，没什么大碍的。在家里接到电话，说你跑到人家货车底下，大家担心死了呢。没什么大碍，永邦你呢？想去给人家学修车哎？我不是修车啊，我是想休假。包成这样子，痛得痛死了，你还开玩笑？开个玩笑比较不会痛啊。就跟你说要注意安全啊。我有注意啊，只是眯了一下，哪知道人家突然紧急刹车啊！眯一下，你睡着了？一秒而已啦，还好，因为天气冷，下大雨，我穿的比较厚，没什么伤，我轻用啦。快快，快快！没相关的，他讲的啊。哎，木马，开玩笑，你也认真，很痛啊。
慧来了，慧来了。郑奶奶，郑奶奶，阿公，阿公，你还留意我啊？莫是亲啦，想不开啊！哎，哎呦，基奥，唔是烧啦，佮先生有讲哦，基奥是胸口淤伤啦。淤伤？哎呐，讲吃药休息两天是好嘞啦。好，淤伤。莫是亲，哎，莫是亲啦。没事就好啦。我得有阿公抱抱伊，阿公抱抱伊。你那药好嘞，一定会去收件。好啦，就这样，不要担心啊。妈，人没事就好。我是金，我是金啊。好，来来来，来给你抽了啊，来。好嘞。要费事啊 ！Hello， 爸爸，你在教他英文呐、啊？对啊，他才多大，他学不来啦。可以啦，来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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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爸爸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Fish， 来，爸爸，爸爸，看，我这样，哦，这样，这样，哦，打开，妈妈看到那边有蝴蝶，你去玩蝴蝶好不好？跟蝴蝶 say hello。我们搬去新竹吧。我想，我们可以先在新竹租一个房子，这样除了可以多点时间休息，买卖房子也会比较快。比较有效率。我已经被吓过两次了，我不想再承受这样子的心理压力。这次的意外或许是老天保佑，可是如果你休息得够，怎么可能一边骑车一边打瞌睡呢？我真的没事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你不是没事，你是逃过一劫。正光，你难道不为我跟阿凯想一想吗？租来的旧房子，虽然房子里没有一样新东西，可是我却相信新的生活、新的转机会从这里开始。简陋的地方，委屈你了。没关系，
能多省一点钱怎么样都好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家。嗯，我们的家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终于可以定下心来专心工作，也可以到处看房子了。嗯，我感觉乌云就要远离了耶。是吗？那小心防晒耶，云层后透出的阳光可是很强烈的哦。哎，一样的。嗯，那我会给你一个。嗯，好像有进步嘞。那当然，你要慢慢开始学。就被女暴君欺负嘞，吼！每次发考卷他就要打，我长那么高还被打，说不过去吧？对啊，很痛哎，而且我也不想每次都站着上课。嘿妹，那无钱买旅游金啊！哦，你几多关啦嘞？对啊，差我手都快烂掉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吵你们用功了，我们去念书。哎，你们今天要喝什么？我今天要喝 ice cream tea。你嘞？我点一杯 hot red tea。With lemon juice， 红茶不是 Ray 的吧？是 Frank。是哦。哎，你还敢讲我们嘞？你还在偷背单字？对啊。怎样？不然来比，这是谁进步最多啊？你就比啊，胖叔呀。好，那就出来了，不可以反悔哦。OK。我们一定赢的。对。镜子的英文是 mirror， M I R O R， 它是 lifting。CUP Savvy SAVE Apple APPLE MOVE。所以我答案你就 I beat you。 I 是主词嘛，对不对？ B 或是 hit 都是动词，了解吗？要反过来。老师，怎么啦？这下子啊，大家要鸡嘴变鸭嘴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么严重？考试结果出来啦，曾老师的班啊，成绩排第一。哇！哎呀，人家教学那么用心，让人家拿第一也不过分吧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曾老师教了三个班级，英文成绩正好排第一二三名，哎，而且第一名的平均分数还比第二名的多了20分，哎，真够夸张了吧？这可是奇迹耶！哎，这间学校创校以来还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，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我看校长也吓到了吧？没有，是大家都被吓到了。我看啊，连学生自己都被吓到了吧？对呀，他竟然把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哎，他真的有办法把学生改变成这个样子，哎，我看我应该啊去恭喜他一下。啊，你要去恭喜他？对呀，当初
初我们还看好戏，等着看笑话哎。可是人家现在啊，是以成绩去证明人家的实力，我当然要去恭喜他。而且说真的，真的很佩服他耶。佩服，真的，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。上墙壁了。不要谢我，谢谢你们自己，是你们自己的努力换来这样子的成功，你们做到了，我也做到了，我们一起证明了，只要努力，只要不放弃，就可以找到地球的支点，你们说对不对？王莹，到这边来。我说过，只要你的成绩进步了十分，这个就还你。不过我想你现在应该不需要他了，因为你的脸上多了一份自信的美。那，谢谢。各位帅哥美女。你们这次表现非常好，但这只是过程，不是最后的结果。也许你们以前只是在地上爬的毛毛虫，但是谁说毛毛虫永远就是毛毛虫？有一天你们会结成蛹，会羽化成美丽的蝴蝶。这就是蜕变，也是成长。你们会更好的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可不可以？失去方向的时候，记得抬头仰望清澈的天空。给我两颗番茄好了，我要煮汤。啊，两颗番茄啊。今天过年吃拢是第一顶啊。吃饭香啊！哎，没洗手。我帮你申请的提款卡放到你皮夹里了。什么？啊？你帮我放钱了？嗯。既然这样，这个我就用不到了。哎呦，巷子口有间邮局，我已经帮你开户了。你拿着提款卡，想要用钱的时候随时可以领，就不用等我把钱放到你皮夹里，不是很方便吗？你知道我不会用提款机的。吃完饭，我带你去提款机前面，实际的操作一遍就好了。你那么聪明，还怕搞不定一台机器啊？我不会用它，你放在这里，我只会把它搞丢。哎，真是的。好了好了，等你想用的时候再跟我拿。嗯。来，帮你。啊，你添饭。哇，今天的菜很丰盛哎，好像多了两道菜。你现在才发现？到底为什么？今天几号？我是忘了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
是我们班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第一名哦，而且英文平均分数是全校有史以来最高纪录，比第二名多了20分，造成全校大轰动。哇，我的老婆真是超级无敌宇宙第一强哎，我太佩服了。谢谢夸奖，我也超级有成就感的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记得上次有带回来一瓶还不错的酒，我去拿来开，我们一人一杯庆祝一下。不行啊，我不能喝。为什么？又不要你喝多。因为阿卡可能要当哥哥了。前一课单字背了吗？背了。待会要考试哦。好。好，我们先继续把刚刚没念完的课文先念完，我们就来考试。A few days later. A few days later. My mother suddenly died of a heart attack.表现得很不错哎，要继续加油哦！谢谢老师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有一些老师啊，对我们还不错。哎，有读书就有被尊重，感觉很好。我们真的应该要谢谢曾老师哎，他让我们知道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哎呦，就买给他嘛。每次来夜市，阿凯就来这家玩具店。他想要那台挖土机已经很久了。不行，今天出门就已经跟他约法三章了。出来是吃饭，不可以买玩具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可是他已经给人家玩那么久了，不好意思啦。我还是买回去让他玩。加油，正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做父母怎么可以破坏自己的原则呢？小孩子哪记得刚才讲过什么啊？既然他那么喜欢，就满足他的愿望啊！不行，第一，如果你坚持原则，他会记得；第二，人的愿望是无止境的。这么贵的玩具，他看你一眼就买给他；那更贵的玩具，他又哭又闹，你也会无条件答应吗？你想太多了，我只是觉得他既然那么喜欢那个玩具，我们就买给他，让他开心一下有什么关系？一个礼拜才加凯回来一次，我们就限制他这个，限制他那个，让他高兴一下也不行吗？就是一个礼拜才见他一次，所以才要趁机把规矩教好，不能让他以为我们舍不得他，可以让他予取予求。那是你大人的想法，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机啊？我们一定要有更积极的做法，才能结束负债，摆脱贫穷。投资房地产是目前我们最可以做的。你们的努力再一次证明了，只要真的用功，只要真的肯努力，就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老师不要走，老师不要走。我已经赢了，连续的爱的做好，真的安尼爬起来哦。
这哪牢呢？就是这个房地产呢，虽然不能说稳赚不赔，可是它不像股票、期货那种东西，完全看不到，没了就是没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吗？不要这么紧张，我是想说，我们要把一些钱挪去买股票。股票？嘘，我买错了。哎呦，我早知道应该要问清楚的。你没听说啊？傻人有傻福，天公疼戆人呐。你这样讲公平吗？当初说要买股票的人是你，现在为了股票的事情不开心的也是你。我难道连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。知道你肯付出，却不懂该如何表达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。我知道关于未来，你有自己的想法。自己走，失去方向的